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须菩提讲，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，如人入暗，即无所见。哦，所以啊，我们哦就了解到，菩萨心假如说住在法，这个法呢包罗万象，不管是哦这个有形无形啊，只要是有，它就称为法。哦，啊，这个至于法行布施，哦，布施啊，我们有财施、有法施、有无畏施。哦，那么如人入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还在无明之中。哦，住在法，我们都在无明之中啊。这样了解吗？那住在无明之中哦，暗飕飕了，都无所见。哦，这个无所见呢，就是见不到真理啦。所以我们了解说哦，这个哦佛呢跟哦须菩提讲，哦那个菩萨呢，是我们所有众生也是菩萨啦。哦，是跟所有哦我们众生讲。说我们的心呐、啊，假如说有所住，那么有所住啊，就已经呢无明啊。所以无明的时候啊，我们假如说有行布施，那一样呢，哦，无所见，哦，就看不到真理呀、啊，真理呢都看不到。那么若菩萨心呢不自法而行布施，如人呢，哦，有目。日光明照见种种色、哦、假如说我们心、啊、不自法，已经呢心都不住在形象、哦、心已经不住相，那心不住相、啊、就已经、哦、见到真理了啦、哦、所以、啊、就好像、哦、我们人、啊哦、有眼睛、哦、有目、哦、日光呢明照，就是我们智慧之光啊，它可以哦，整个啊，都啊这个明照，我们智慧啊都呈现，可以见到哦啊种种的哦那个形象，种种的色啊都见得到，表示说我们呢哦智慧啊都已经可以哦启发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我们一般呢，哦，住相、啊、是生活上的习惯性，啊，所以哦，要了解住相就是无明，哦，然后我们离相，哦，不住心已经不住法，就是离相，那离相啊就是佛了，啊，所以啊，般若妙智慧啊就已经哦呈现。那有般若妙智慧呈现、啊、我们看、哦、已经看到道，已经见到道，道都已经见了、啊、所以见得到我们该如何行持、哦、就了了分明，就非常的、哦、清楚地告诉我们要怎么做、哦、所以那个时候来布施、啊、不管是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呢都很恰当哦啊、所以这一段、哦、或者说、哦、文字、啊哦、是不怎么困难，可是我们要做、哦、却也不怎么容易、啊哦、因为我们住相非常习惯，要我们不住相、哦哎、好像蛮困难、啊、这个呢就是要训练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、哦、都不住相，告诉我们完成一切啊都是变化无常、哦、不要住相，我们住了相、哦、都还在相里面不动，可是真正的形象它已经变化了、哦啊、我们都还住在旧的相，所以、哦、跟不上，跟不上真理的脚步，所以、哦、不住相、啊、不住相、哦、各位前贤有很多的好处了，哦、我们譬如讲我们住在语言相，它、啊、刚好、哦、我们、这个受到别人的、哦、冤屈、啊哦、在骂、
在骂我们的时候，那个语言像哦，那个很厉害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定哦会这个产生啊很大的哦那个痛苦。啊，我们哦都离相，哦文字相、语言相都离了，啊一咧骂骂就歹听，哦迄骂啊实在哦用尾安尼搬咧头下路，啊因为你都离相。你看伊嘴咧叮当，啊，你已经离相了哦，你又唔知影咧骂啥，啊，你拢未艰苦，对不？很实际哦。以后吼，人若咧甲咧骂，你看人啊咧面足好，欢恶的时阵吼，咧甲咧骂吼，你就赶紧离相，赶紧语言相拢离开。哦、不住在语言，伊咧讲啥，我拢无听，是有听啦，但是拢无入心啦，哦，拢无入咧心肝内底，哦，啊，所以啊，吼、哦，你都不受影响，啊，无吼、哦，讲者上简单的啦，哦，袂讲好，你足心拄呢，啊，咱也伫想讲，哦，迄拄死卡落地，有艰苦无？迄上袂了上好听的啦。啊、所以、哦、我们了解到、哦、这个是我们离相的、哦、最明显的、哦、那个、啊、得到的好处，心平气和。啊、你若说、哦、真骨来在听也没关系、啊哦、听到有听到啦、哦啊、离相都慢一步，慢一步了也没离相、啊、你就要赶紧哦，他刚刚瞪过来，瞪过来讲：“哎呦，高阿哩肥呢！”记得哦，唔通旧落去个肥倒转去哦。哦，好不好？很好哦。哎，你看，啊，有人骂都咧骂，啊，都唔通唔通，哦，骂倒转去啊，吼，唔通做高阿同款，旧落去骂倒转去，安尼来哦。心平气和啊，对不？对不对？然后啊，对方看你，哎呦，把你骂这歹听，都你拢无反应，也歹势呢，会不会？哦，伊没也歹势呢，哦，那、啊、所以啊，我们生活上啊，不住相哦，真的好。啊，人人把你娱乐哦，我那不住相嘿，啊无吼、哦，哎。人那些儿女吼，卡身翘开了无，会骄傲啊，对不对？哦，迄嘛未使哦，哦啊，所以不出相，哦不出相以后啊，不管是人家的儿女，人家的妹，哦拢无影响，如如不动，心平气和。你看修道是不是爱安呢？对不对？最起码的嘛，吼、哦，这上介简单的呀、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应对的啊，应对啊，真圆满，圆满，吼、哦，拢无得罪人，对不对？啊，无吼，小骂无好话啦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所以啊，过了就好，哎，过了就没事了，哎，啊，我们了解的时候不住相。哦、不住相呢就如人有目，就是已经呢有见到的眼睛，你看得到啊，得你看到、哦啊、原来得它是足真的空旷、哦、整个都可以包容整个道，它可以包容所有天下的一切、哦、我们都可以想、哦、但凡世间歹人嘛哦，孙公无讲真济嘛是有啦，啊天地吼伊拢无甲管，你看天地敢有管讲你派人我无你大，有没有？嘛是好大呢吼、哦，嘿，你看有夸无？啊，这就是道啊，足空旷。哦，你不好了，我能够容纳，哦，能够容纳，有一天你会改过，哦，有一天你会行善。哦、然后啊整个呢圆满，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不住相、哦、是最起码，咱、哦、就要学在生活中间、
哦，拢不住相，哦啊就很快乐啊，哦自然心哦心平气和，哦啊自然呢心安理得，哦心都安了，哦那个理呀、啊、就是道，哦心安呢就已经得到了。那么底下哦，佛呢跟须菩提讲，当来之事啊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能以此经受此读诵，则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世人、悉见世人，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。哦。所以我们这个了解说佛呢、哦、就跟这个须菩提讲说当来之事、哦、不是说今晚说后日后半、哦、他就希望这一个经呢能够流传，能够呢一直绵延不绝、啊、一直流传。所以呢说当来之事啊，假如说有、哦、善男信女能以此经哦，受此读诵，各位浅显，此经是什么经？金刚经是什么经？对，就是我们佛性本体啦。啊，所以哦，假如说当来之事啊，有善男信女能对于啊我们金刚本性。哦、能够受，能够持，能够读诵、哦、我们对我们的金刚本性、哦、接受我们自己、啊、金刚本性、哦、那个叫受、哎、然后持就是把它拿出来应用、哦、能够受，能够持、哦、然后读诵就是要利益众生哦、能够自己、哦、接受，然后又能够拿出来用，又能够、啊、读诵，又度化众生、哦、则为如来。这个时候、啊哦、就是已经进入、啊哦、如来，进入我们佛性本体、哦、我们佛性本体就是如来，如来、哦、就是我们本身、哦、妙智慧如来、哦、则为、哦、如来以佛智慧、哦、用我们本身的、哦、般若妙智慧，然后悉知、啊、世人、哦、悉见世人，皆得成就、啊、无量无边功德、哎、全部都可以、哦、成就、哦、所以这个各位浅显成就啊，无量无边功德是什么？就是成佛了，正确。哦，你能够受持读诵，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你就可以呀、啊，哦，成佛。这样了解意思吗？所以哈、哦，《金刚经》很亲切呀、啊，只是说我们哈、哦、都没有深入的。哦、加以探讨研究。那假如说我们、哦、深入的加以了解，那么所有讲的、哦欸、都在讲我们金刚本性、欸、都在启发我们般若妙智慧。那我们最缺的、哦、也就是般若妙智慧、哦、因为、啊、我们在凡尘、哦、跟人家、哦、交际应对、啊，大部分呢、哦、我们都会怕吃亏啦，啊，所以会用、哦、心意识、哦啊、心意识用久了以后、啊、我们就变成、哦、勾心斗角、哦啊、那样的话人与人相处、啊、就丧失那个诚、哦、那个诚心诚意、啊、就没有。那我们丧失、啊、诚心诚意、哦、就知道说做人啊价值都没有了，人的价值啊，哦，咱活在凡世间要创啥啊，无意思啦，哦，所以啊，我们了解，假如说我们哦在凡尘只为了追求
我们物质的享受，然后啊来哦完成结个婚，生个两个孩子，然后就死掉了，这样有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很怕生的。我们哦能过到凡尘来，那个因缘啊要很多具足了，很多的善因缘具足哦，才有办法哦，很有人的身体。哦，又可以啊，遇到上天他来普渡，哦，我们呢，佛老师啊，哦，又长道盘，哦，我们又求道了，我们又呢，哦，研究上圣佛法，这个啊，众缘都已经呢具足了，很难得啊，哦，各位就可以想象，哦，我们呢、啊，凡尘哦有六十几亿的人口啊。我们能够研究上生佛法有六十几百好了、哦、可能也到六十几个人而已啊。虽然我们在拼、哦、都还没有深入啊，那不算、哦、真正的算的你能够透彻了解不生不灭佛性本体、哦，多不多？真的不多了、哦、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，我们是希望啊，哦，化这个哦娑婆世界、啊、为莲花般，希望呢所有哦在凡尘的众生啊都能够成道成佛。我们要知道现在的哦啊天灾人祸、啊、真的是绵延不绝啊。每一次、哦、我们看到、啊、都是、哦、两三百个人死亡，有没有、哦、什么矿灾啦、哦、什么船难啦、哦、连飞机灰也找不到了，一灰啊就不是两百多个人嘛、哦、两百三十九个人、哦、不见了、哦啊、那个韩国船啊、哦也沉了，还叫人家不要动，哎，干嘛担心呀？啊，真的是哦，是不是灾难？然后那个土库曼，那个哦，一地震了，一垮了，说哦，已经都挖不到人了啦，有万人，然后啊，就变成坟墓，大坟墓。哦，然后这一两天啊又有矿哦那个矿灾，又两三百个人又死亡了。哦，现在死都是哦两三百，哎，补了两三百，你看多可怜啊，都已经有人的身体在凡尘了。哦啊，可是哦遇到天灾人祸，哎，不见了。哦，所以我们哦。要知道啊，这个大地不能依赖哦，然后房子不能依赖哦，物质啊不能依赖，要依赖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哦，一定赶快修正哦，修正到已经哦条条大路都通你天，这样才可以啊，不要哦两眼一闭啊啊，我没有路可以走了，那糟糕啊。要赶快努力啊！哦，所以这个时间啊，一分一秒啊，哦，一直经过，很快的。纵然都没有天灾人祸，我们也会一口气不来啊，对不对？很快呢，哎，或者又在想哦，七十一岁了，哎呀，所以啊，这个前贤就在讲这个哦。你外面没得听的啦，啊！你今晚唔进来听哦，迄个咧讲，迄个七十一回，或许一听哦，哎呦，我求生意志很强的。我要拜大家都成佛咧，哦，不能一下子我拢哦撒手不管，不可以耶，哦。我都一直嘿要嘿求生，然后告诉大家哦怎么样来修可以成道成佛，
所以啊，我们要了解本性啊，修不得的。我们所修是我们累世六道轮回所累积的脾气毛病，六道轮回所累积的贪嗔痴，哦，六道轮回所累积的骄傲，哦，以及啊怀疑，这一些全部去掉，安尼就好啊啦。这样啊去掉哦，啊就成佛啦。安尼有简单无？脾气毛病啊，是我们可以去掉的，对不对？嗯，贪嗔痴慢疑是我们可以去掉的，对不对？哎，骄傲怀疑是可以去掉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都可以做到的啊，我们为什么不做？我们想想看，我们为什么不做？我的身心安逸了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咱身心拢是混的，不是身心讲脾气毛病一大堆呢。哦，所以一定呢，哦，要知道说没有，我们本性没有脾气毛病，哦，我们本性没有贪嗔痴，也没有骄傲，也没有怀疑，都没有的。之所以有，是我们六道轮回所带来的。那我们要了解，这个六道轮回是我们造业啊，哦，一直在绵延不绝的轮转。啊，我们都去掉它，不要。哦，这一些东西啊，不是本性所有，我们把它去掉。哦，啊，就清净了，光明了，恢复了，哦，都是佛了啊。哦，为什么不要？所以要不要做佛，是不是我们自己决定？对不对？哎，自己决定。哦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内心产生信心，我可以成佛，我可以成道，时间早晚绝对可以。哦，啊，我已经开始努力在做，脾气毛病我尽量去掉，这个对我没有利益。哦，我发脾气啊，对我没有利益，对别人有损害，那我何苦去做？不做，哦，没有什么委屈的，哦，这个是自己不好惹来的，哦，脾气毛病都去掉，哦，然后贪嗔痴也去掉，我贪个什么？一口气不来，什么也不是我的，哦，都拱手让人，那何苦去争啊？哦，不争不争，哦，贪嗔痴都没有，哦，然后也不骄傲，为什么？啊，都出去做人啊。有什么摇摆？哦，然后你都了解真理了，修得很好了，那这么多众生都还没有哦，这个求道得道修道，那你哦骄傲什么？所以啊，没有骄傲的本钱，哦，真的要努力哦，自己修自己呀，啊，哦，努力度人，这样呢，我们一生啊价值就有了，这世人有价值。活了有价值，哦，咱安尼咧做，卡输啊一口气无来，已经没有愧疚，对得起天，对得起地，对得起人，可以了。我们想想看，我们做到了吗？还没啊，还没做呢，啊，几岁啊？未少啊咧，哦。所以啊，就要哦，及时当下哦，马上能够做，自己可以改的马上改，哦，可以啊帮助人的马上帮助，哦，啊，一定呢都可以做到的，哦，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，哦，到凡尘来，哦，难道很不容易，要遇到这么殊胜因缘？你看我们佛老师都苦口婆心。哦，一定要研究性理心法。哦，北部的前贤有在埋怨老师为什么在南部开性理心法班，不在北部开。哦，你看我们都幸福，知道幸福吗？哦，我们有都说，哎呀，无缘无爱去呀。哦。
所以啊，我们要了解到，要把握哦，真的啊，这个上天哦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啊，哦，一定要好好把握，努力修持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讲这个哦，第十五分哦，持经功德分哦，这个持经功德就是我们把哦。我们不生不灭的金刚本性啊，把它拿出来应用，哦，这个叫持经，哦，把我们不生不灭的金刚本性啊拿出来应用，在生活日常生活之中，哦，自己呀，啊，利益自己，然后又呢，哦，兼善天下，这样呢才有功德，哦。不是我们哈，哦，这一本拿着持经，然后就有功德了。你这一本拿着哈，哦，一直啊，你一直哈，哦，一直拿着它，哦，一直到一口气不来啊，有什么功德？你也就生的了。你拿了这一本哈，哦，持经啊，你会很哦疲劳的。所以哦，一定要深入哦，持，哎，就是哦，要拿出来用。经就是金刚本性啊，你拿着金刚本性出来在生活应用，那个才有功德啦。哦，我们能够呢，哦，修正自己，改正自己，然后身教，然后又呢帮助别人。哦，教化别人，这样呢，哦，兼善天下，这样才真的有功德啊！哦，所以我们要了解到，哦，我们呢，这个见性啊是功，平等啊是德，嘿，我们一定呢就是要平等，哦，不能啊有哦那个高人一等的那个观念，大家都平等的，哦。佛性都一样，不管什么职位啊，哦，不管有钱没钱啊，都一样的，大家都一样，哦，啊，所以啊，我们一定哦要了解到说，我一定要使哦自己呀，啊，见性，也帮助众生呢，能够见到佛性，哦，能够了解不生不灭佛性本体，哦，能够进入佛性本体。然后能够发挥哦他的大用哦，帮助众生呢解脱啊哦，解除所有的烦恼，这样呢哦，我们的生活就有价值了哦，生活就很有意思哦，不然我们一天哦这个开始吃早餐，然后就烦恼中餐，然后过了就晚餐啊，然后过了就睡觉，然后又哦明天又早餐。哦，不是每天都一样吗？啊，我们就这样一生就够了。哦，有意思无？哎，实在无意思哦。啊，所以啊，哦，要一定要记得，哦，最有意思啊，持经功德。哦，你受持你自己不生不灭金刚本性，然后你拿出来用，哦，修正自己，帮助别人。哦，这样的话呢，那个真的就有意思了。哦，就不是啊，光每天三餐呐，哦，一天过一天，啊，很快一生就过了。哦，一转眼啊，一生就不见了。哦，所以一定呢，哦，我们要好好应用呢，我们金刚本性。须菩提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哦，吃入荤。哦，吃入荤呢，就是早上哦，晨以恒河沙等身呢布施。所以啊，我们要了解到哦，这个用身体来布施啊，哦，那个已经是布施的最顶点。哦，因为身体是食以内财，哦，我们哦所拥有的哦钱财是外财。外面身体外面的钱财，那个布施啊都很容易啊，啊你要用身体来布施哦，哦那个很困难，
我们最爱者生啊，最重者命，他用生命来布施，哦，那可以说拿自己最哦珍贵的东西来给人，哦，你看是不是哦很深重的？我们能够把自己最哦珍贵的，然后布施给人，就等于啊，你是可以啊无所哦不语，什么都可以布施，什么都可以给人，哦啊，所以这样的生活态度啊，我们就是了解到已经都无私，没有私心了，哦，都是啊，哦，希望能够呢，哦，这个帮助别人，啊，我们真的能够哦帮助别人，哦，我们要了解到，哦，受帮助啊，哦，跟帮助别人啊，那个感受是不一样。我们接受帮助当然很高兴了，可是我们能够帮助别人的话那更高兴，哦，各位假如说有实际啊，哦，经验过，哦，当人家问你，哦，这个路怎么走，哎，你刚好知道指点他的时候，你告诉他怎么走怎么走，哦，然后他已经也朝目标走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很高兴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呢就是表示说呢，哦，施者啊，哦，比那个哦，哎，受者啊有福啊，哎，福啊更多了。哎，所以我们了解说哦，人与人之间呐，啊，所最珍贵的就是那一点哦，那个互相之间的哦那个情分，哦，一样啊，哦，灵本同体，大家都是一样的，哦，都是众生，都是同胞，哦，啊，所以我们了解说。哦，能够啊以身体来布施，哦，那个已经哦布施的顶点。那么中路分哦，就是中午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还不止哦一个身呐，啊，用恒河的沙一粒沙哦一个身呐，啊，哦，他早上也用那么多的身布施，中午也用那么多的身布施。然后后入分就是晚上哦，一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哦，这个都是哦，生生世世啊，都是用身在布施啊，这个可以说非常难做，哦，很困难去做了，啊，哦，那佛呢啊说这个底下的意思啊才是重要。说如是无量呢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，哦，这样呢无量的百千万亿劫呀，啊，哦，一天哦那么多的身来布施还不够，还无量的百千万亿劫呀，啊，以身布施。若复有人哦，这个是用比较法了，闻此经典，信心不逆。其福啊胜彼，哦，用那么多的身来布施啊，哦，功德当然很大。可是呢佛讲说呢，假如说有人已经呢，哦，闻此经典，已经听到我们啊不生不灭真心佛性，哦，那个金刚本性啊，信心不逆，哎，就是啊相信啊不会，哦，违背，哦，那个不逆啊，哎，就是不会违背的意思啦，哦，相信我们自己啊金刚本性，然后啊，哦，不会把它置之度外，只有这样哦，其福啊就胜过哦胜过于啊那个百千万亿劫的哦以身布施。那用身布施啊，哦，我们可以说很难做到了，可是啊要相信我们自己啊金刚本性啊，容不容易？相对的非常容易，对不对？嘿，那佛又讲你能够相信你的金刚本性啊，你的功德就超过无量的哦那个啊身体布施，就告诉我们啊那么多的身，哦，用身体来布施啊，
你一样还是在现象界、你没有办法超越啊。你相信金刚本性啊、你相信的你可以修，可以啊、成道成佛，可以脱离现象界，可以啊、回归到无极，是不是已经啊功德就胜过无量的、身体布施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从、真理的角度来看，佛就跟我们讲，我们在现象你做了这么多，就是要了解到都是有限现象的事啊，你用身体来布施都没有办法脱离这个苦海，都还在现象。所以你做的再怎么多的现象，佛他讲、不是说不好了，只是说他的成效也是啊，在受苦里面，只是你的福报、有而已。可是福报会用完啊。可是假如说你能够相信金刚本性、金刚本性你相信的，你可以修正，可以成佛，可以成道，可以脱离现象、就已经、回归到无极、所以这个、功德就胜过于、无量百千万亿劫的以身布施。所以我们要了解到，相信我们的佛性本体呀、不困难，可是你用身体来布施啊，不容易。那我们就朝着这个很容易的只要我们用心，我们一定可以进入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，一定可以进入，可以了解，可以呀、整天的生活之中都从佛性发挥出来。所以佛学呢就鼓励呀、不要给六根当家，一定要请佛性当家。我们看这个经文啊，就各位可以了解到，请佛性当家容易，我们要用身体布施啊不容易。你看有那么多的生生世世无量百千万亿劫用身体来布施，功德不如你相信自己呀、金刚本性。所以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定要努力了、不能说啊这个请这个佛性当家这个既得利益啊不肯放手，就是六根啊都不肯放手了、不要畏惧困难。所以啊、我们前面啊佛就、讲，我们听到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能够不惊不怖不畏、不惊、不怖恐怖了、惊害怕、然后不畏惧，这样的话呢我们才可以呀、可是啊我们、就可以了解到、我们一听到说用身体来布施惊不惊，有怕到吗？我不怕不怕，我不爱还要叫我身体布施，我后礼拜不要来啊。所以啊我们就知道那个很困难啊、那个真正的实际很困难。可是佛就讲，你用那么多的身体布施啊，还不如你相信你自己金刚本性。你只要你相信你金刚本性，信心不逆，不违背你的信心。所以啊我们要知道哦，我们虽然说相信自己佛性哦，可是都不够。哎，我们都吼、有啦，我有相信家己有心啦，都会叮当，那个都不够了。我们真的要进入哦，日常生活之中，请佛性当家，也不困难啦，只是说开始会有一点点真的会有一点摩擦，
六根当家久了，你不给他当家哦，他会反扑了。哦，啊，所以慧觉就讲，当你已经呢会感觉到说无明火一直要发，那个表示你的六根反扑，你启发佛性当家。可是我们可以啊，哦，调把它调节。哦，我们开始的时候啊，哦，佛性当家一半，六根当家一半，哦，不要全部了。全部的话，哦，反扑我们受不了，哦，因为我们已经六道轮回太久，六根当家太久，哦，现在要一下子，哦，要转给佛性当家的话，哎，大概我们都会哦受不了，哎，那个六根的反扑。受不了六根反扑吼，我们会前功尽弃，会放弃了啊，放弃的无菜哦啊，所以我们要了解说，先一半哦，一半的前佛先出来当家，一半给六根啊。这个时候妥协哈，一段时间，六根它自然会降服，它知道我不是主人，以前是主人都睡觉了，所以哦。他很名正言顺了，就当家了。啊，现在主人已经清醒过来了哦，应该哦钱病都哦要交还给他。哦，我们有这样的妥哦那个妥善的安排啊，哦就会啊哦慢慢的习惯。啊，所以啊哦各位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受持。哦，受持本经，哦，功德无量无边，就是啊，你能够把金刚本性全部都当家了，那个叫真的，你拿金刚本性呢，哦，出来应用了，这样了解吗？哎，我们哦，已经哦，快五年上课了，快五年的时间了，我们现在要收果了。要收果实啦，哎，真的要给佛性当家了啊！这样的话，我们就真的功效都呈现。哦，你佛性当家了，一口气不来啊，没关系，身体是水火风土，还给天地了。哦，我们已经平常都佛性当家了。一口气不来佛性呢，吼，哦，啊，这个吼，哦，真的哦，非常快的高速公路啊，到达离天。啊，现在我们都不盖，路都不盖，以后怎么走啊？哦，所以现在要努力，哦，就是啊，启发佛性出来当家，哦，啊，当家了以后。我们真的踏入了修道的轨道，已经进入了哦，所以啊，那个成佛成道已经呢，哦，不是大事，是已经很容易就到达了哦。所以我们要了解到，凡尘教人家的哦，他的成就，啊，都是在中间的，啊，而我们这个成就哦。是已经到达顶点的，哦，是我们回归到本位了，哦，所以我们要了解很多说，哦，我是从哪一天下来的，哦，然后我要回去哪一个天，哦，那一半而已啦，还没回到位呢，哦，所以我们这一次啊，很努力的就可以回归，哦，到本位，回归到本位以后啊。我们可以跟随南极老仙翁，然后看哦，这个天地混沌。老仙翁看七次了，我们一次也没看。啊，难道我们就没有参与吗？有啊，七次我们都在其中啊。哎，只是我们六道轮回看不清楚你啊。你看那个老师那个哦哥，谢谢你有没有？哎，那个说累劫累世啊，那个哦，每一个缘回，每一个六道轮回，咱拢嘛经过，啊，拢唔知影，戆影尔，对不？
你看哦，释迦牟尼佛那个十大弟子啊，隔胎不迷，就是啊，已经哦再来凡尘哦降世了，他知道他前一世是什么。请问我们知道吗？哈、啊，唔知啦，唔知咧做啥。哦，我们隔胎就迷了啊，所以哦，我们都没修了。我们有修的话，哦，还可以。哎，真的要到十殿哦，要转人的时候啊，哎，那个孟婆汤不要喝，你就可以隔胎不迷呀、啊。可是为什么不行呢？啊，嘿，前世人哦，变我的阿公啊，今嘛公是变我的孙啊，那你怎么去教他？所以哦，不行，还是要他喝一喝哦。没去啊，才没向，才没记啊。啊，无吼，你是喊阿囝来陪阿公，阿公干些啥？那假如说，哦，前世是做阿嬷，今嘛出来做某，那些啥去啊？我们要了解到哦。我们一家人都是这样，一直人转呐、啊，啊，都是一家人，哦，啊，所以啊，都是，上一代的吼、哦、变成下一代的，哦，啊，拢安尼伫咧变，伫咧等，啊，所以哦，你就可以去了解到，为什么有一些吼、哦、一生下来他很调皮，然后啊，你就一直打打打。那个都是在回报、啊。嚯、哦，前世了，你给他哭啊，哭到啊，足厉害。今麦我怕，给你怕到转来。所以吼、哦，就是要了解到，我们呢，就是在这一种现象之下生活。哦啊，自己啊，迷迷糊糊都不知道。哎，那我们现在吼、哦，哎，已经哦。追到我们金刚本性了、哦、要恢复到本体了，所有的这一些、啊、过程、啊、都让它、哦、过去了，消失了、哦、回归到本位了、哦、这样呢我们就、所有的、哦、烦恼业障本来空寂、哦、一切因果皆如梦幻都没了，不然的话我们还是生生世世都一样哦，各位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有的一生下来哦，人都这样婆婆她她这样喝着这样、哦、长大啊，有的就地上爬爬着长大哦，这个啊这整个过程啊我们就是要了解，都是我们自造业自受果，自己造来自己去接受，那我们、哦、研究了了解了、哦、原来这一些呢、哦、我们所遭遇的都是我们、哦、累世所做所经过的、哦、那好与不好、啊、就看我们现在的心，你现在接受的不好就是你累世之间、啊、你对人不好、哦、你现在接受了、哦、都是好，人家呵护那个呢表示、啊、你累世之间你也在照顾别人呵护别人，所以啊你看非常现实啦、哦、都是这样，只是我们没有研究不知道而已，那研究了以后我知道原来是这样自作自受、哦、那我们呢就现在不作不受全部啊、哦、业啊都不造，当然你就不用再接受果报、哦、没有了哦，然后我们可以帮助人家，然后撇开不记在脑海，因为我们记在脑海，它会变福报。哦，帮助人家你记得变福报，啊，帮助人家全部抛开，你进入佛性，哦，就是啊，哎，我们呢，生值得本，哦，那个德啊，哎，我们已经呢能够种足了。哎啊，这样就可以自然哦，都回到哦我们的哦那个本位了。
所以哥一定吼、哦、要勉强自己，佛性当家，有没有决定要让佛性当家？有。我们已经吼、哦、讲了很久了，有啦，拢有在想讲要让佛性当家，不过现实一来了吼、哦，还是六根当家，哦，六根当家比较既得利益呀、啊，啊，都拢真顺啊，好啦，搁互你做啦。哦，没有多少的时间哦，让我们因循啦。哎，你讲好啦，好啦，不再走，不再走。哦，真紧啦，念伊吼，哎呦，六十年几十年过去啊，哎呦，佛性当家未？有啦，都要会走，很快哦。哦，各位先生，很快哦，所以一定呢要请哦，佛性当家。何况呢？哈、哦，诗写、受持、读诵、为人解说，哦，只要我们信心不逆啊，哦，祈福就胜彼，哦，所以要了解说，只要我们相信自己的金刚本性，这样的福啊，就胜过于啊无量哦百千万亿劫的以身布施，哦，就已经胜过了。哦，那我们又能够呢？哦，施学受持读诵，这个呢，就是要利益哦别人，兼善天下。哦，不是说自己得到好就好了，也是希望别人哦他也得到好。哦，为人哦解说，哎，就是啊，也为人解说呢，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，须菩提，以要言之啊。哦，是经有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、无边功德。哦，就是我们金刚本性呢，哦，它有不可思议。我们的佛性本体呀、啊，它呢，哦，真的不可思议了、啊。哦，不能用我们的头脑来思，哦，不能用嘴巴来论议，哦，不可思议，哦，啊，不可称量。哦，袂当该轻化寡当，因为拢没有形象啦。哦，啊，无边的功德，哦，我们的佛性呐、啊，有无边的功德。哦，所以啊，再怎么大的事，哦，再怎么利益众生的事，都是从金刚本性呐、啊、发挥出来。那相反的呢，我们危害众生呢，也是从金刚本性呐、啊。发挥出来，啊，所以我们一定呢善用，好好的哦利用我们金刚本性。那么如来为发大圣者说，为发呢最上圣者说，哦，所以啊，我们就是了解哦，要呢有那个大圣，哎，就是要哦回归本位，成仙作佛。哦，那个呢就是大圣，哦，最上圣，哎，就呢不是治疗，哦，不是治疗汉，哎，我们自己呀、啊、好了就好，因为我们呢六道轮回太久，都会啊，哦，先保护自己，我自己好了，哦，然后啊，哎，再来帮助别人，哦，所以啊，哦，那个自己哦比较私心的。哦，那个呢是比较根本。哦，那假如说一下子他就哦花心能够照顾大家，哦，而不把自己呀、啊、放在前面，那个都已经啊也是有在修。哦，你像这个阿难，哦，他呢也都是一样，他自己还没有哦这个啊。这个得度成佛，他已经发心了，就是要度化众生。哦，所以那个呢，我们就是了解到，哦，那个心呐、啊，已经呢，都累世之间呢，都已经呢，在累积修持啊，哎，那个德性。若有人哦，能受持读诵，哦，广为人说，哦，这个呢，就等于啊，哦。自己呀、啊、能够受持了，啊，又能够呢哦读诵，
那个读诵呢，就是要利益众生呐、啊，哦，广为人说，哦，广泛的呢，为啊众生来讲。那么如来悉知是人，悉见是人，皆得成就呢，哦，不可量，不可称，无有边，不可思议功德。哦，如是人等呢，则为何但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哦，所以啊，我们就是了解到，哦，这个如来悉知悉见啊，哎，就是呢，性中知啊，性中见，哦，皆能够呢，哦，见到啊，哦，成就不可量，不可称，无有边，不可思议功德，哦，这个呢，等于都是已经呢，可以成佛的哎那一种状态。那么如是人等。哦，这一种人呢，哦，则为何但如来，哦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可以呀、啊，担着哦这个如来出去卖。各位浅显，有把如来安尼打出去卖无？有没有？哦，啊，那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、啊。就是无上的正等正觉，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呢先自己呀、啊、能够了解到我们金刚本性，那我们金刚本性啊，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哦，阿就是无啦，耨多罗就是上，哦，然后三就是正，藐就是等。哦，三就是正，菩提就是觉，那合起来中文呢叫无上正等正觉。哦，无上就是没有比它更上，它已经最高了。哦，啊，正相平等。哦，然后觉呀、啊，哦，是始于正。哦，不是呢那个偏的。哦，或是邪的。哦，不是。哦，所以无上的正等正觉。哦。所以啊，我们自己本身哦，先能够证悟到哦无上正等正觉，然后我们又度化众生，让他也证悟到哦无上正等正觉。这个呢，就是啊，何但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把如来哦挑出来嘛，哦，他打出来卖了，哦，所以啊，我们了解说。这个真正的要我们来做的并不困难，哦，只要我们肯哦那个花心来做，那一定啊可以哦拼除万难可以做到，哎啊，所以最重要的哦先啊启发佛性当家，哦，这个啊很重要，要战胜自己呀、啊，哦，战胜自己以后啊，哦才能够呢。这个哦，度化众生，因为哦，上个礼拜或者是觉得说还有五个问题还没有回答，然后啊哈、哦，哎，这个又有浅显说哈、哦，又有新的问题要发问，所以或者说今天哈、哦，我们留个哦半个小时。本来呀、啊，哦，开始讲课啊，五年前，大家要求说哦，要留半个小时给大家发问，只是后来哦，让大家拢唔问，哎，拢唔问我直直留留留啊，剩五分，哦，啊，现在呢，哦，问题多的时候啊，我们又留多一点。那假如说哦，等一下这个问题回答还有剩的时间呢、啊？或者想请哈、哦、这个浅显发表心得，让呢这个心得啊让大家分享，哦，由呢那个浅显来发表。好，先问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如何回光返照？哦，好，这个呢，导致我们最哦实际的问题啦，哦，要怎么样呢？哦，回光返照，哦。我们呢，时常也会哦看到寺庙的匾额啊，写说回头是岸。那以往呢，哦，
或许也是以为说回头是岸哈，是在劝那个流氓。结果后来哈，研究心理心法才知道，哦，不是嘞，是对所有的众生讲，哦，那个回头是岸啊，跟回光返照竟然是一样的意思啦。就是我们哈外放的精神，把它呢收回来，哦，我们外放呢，可以说呢。这个整个万象，哦，完整的万象都是呢引诱我们精神外化，那我们顺着，哦，外面的形象精神外化了以后，啊，我们就当众生。那假如说我们能够回光返照，也就是所谓的回头啊，你回头，哦，就已经到达清净的彼岸，所以，哦，回头是岸，哦，回头啊就是精神收回来啊，你把外放的精神收回来，收回来了以后你就照见自己的金刚本性啊，你一外放了以后就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啊，你回光返照啊就是已经呢回到佛性本体了，啊，所以，哦，我们在生活之中啊，假如说，哦，没事的时候啊，我们也可以，哦，就是训练自己啊能够回光返照，哦，就是反省，然后，啊，整个，哦，那个精神都收回来啊，收回来以后啊我们就已经呢，哦，进入佛性本体，就已经呢到达清净的彼岸。所以虽然，哦，这个说，哦，很时常听到了回光返照，可是我们，哦，肯做肯实际去做却不多，因为什么？太容易了。容不容易？哦，我讲几句，我们要知道，哦，虽然精神是我们自己控制了，不过，哦，去让外面引诱的很习惯，我们也很习惯跑出去了啊，现在要他回来，哦，爱修可能了，回来吧。所以，哦，或者又讲为什么，哦，那个佛制定戒律啊，七十啊不超过七家，或许还跑到新竹狮头山去问那个修道人，他说那个是佛制定的戒律啊，我说没有含义吗？他说没有，我说不是那个意思耶，哎，所以，哦，各位前学，我们不是有七口吗？对不对啊？七家就是我们这七口啦啊，求我们去乞食啊，是不是求啊，七孔啊，眼睛啊两孔回来，耳朵啊两孔回来，哦，鼻子两孔回来，嘴巴一孔回来。当时道亲听到说啊，吓得他求他命令他回来就好了，我说你没做啦，你命令看看看他要回来肯不肯啊，哦，你现在啊八点档看惯习啊，别看那个眼睛回来，眼睛啊两空回来，哎呦别啦，我看了再来回来。所以，哦，要了解到真的要求了，你三餐的时候，哎，你就是要去乞食，要去求回来，哦，回来。各位前贤可以试验看看，当你呀，眼睛正在看电视，回来两孔啊，耳朵正在听声音，两孔啊回来，哦，你鼻子闻到好吃的气味，哦，两孔回来，你嘴巴正想吃，哎呦，一孔回来，做做看。你就会知道，哎呦，无量雷佛这制定戒律，哦，真的是有它的含义在，哦，要求啦，不是用命令的啦，命令的他不听啦，
把你甩到一旁去了、哦、所以要求求他回来。所以啊，我们求六、哦、我们的六根七孔回来，我们七孔回来以后，你的回光返照才踏实，真正的你能够回光返照，已经不被凡尘世引诱。凡尘世引诱你的力道已经降低了。那我们现在凡尘世的引诱很巧、哦、一下子、哎、就把我们引走了，很快、哎、所以我们要训练自己啊，拢佛学讲的修道方法哦，拢要跟咱家己做对头啦，对不对？哦，都是要跟自己做对。哎呦，不好做呢，不好做才要做，不然怎么叫修道？哦，就是这样啊，哦，真正的修道。好，再下一个。请问在课堂上有解说提到法善应舍，请由讲师讲解。哦，这个呢，我们要了解到说，这个法善应舍啊，何况非法？非法就是没有法了，没有法、哦、我们当然、哦、都去掉。可是啊，正当的法我们需要，借着法来修，才有办法、哦、成佛成道。那法善应舍，这个是释迦牟尼佛他经过非常久的时间，他已经修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个法就已经很、哦、殊胜很高，他已经修到、哦、程度，结果啊，经过五百世没有一个、哦成哦、已经成道的佛给他受记，他就讲：哎呦，怎么我修到这么高，这个所有已经成佛的、哦、没有来给我受记、啊、所以他才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舍，一舍掉以后、啊、燃灯佛即以我受记，如一来世当的作佛号释迦牟尼，所以他才讲法善应舍，这一句话是从这里来的啦。这么好，你不舍，就是我们讲的百尺竿头后那幽条条啦，我这里一挖壳啊，百尺竿头和我挖壳，现在我若放弃啊，我就吓死啊，知道吗？可是哦，你百尺竿头不肯舍，就缺那么一点点啊、哦、啊，所以啊，你放了以后啊，你这个色身哈、哦、没去啊，啊，你故意化身哈、哦、冲晒整个宇宙虚空，所以啊，十方虚空见前身。所以那个就是法善应舍，咱也没啦，我们都还要法来修哦，啊也唔通放，放了无半行啊，哦，所以还要啦，那个是已经到达最高了哦，才要呢法善应舍，啊有吗？佛说非汝故莫取，请刘讲师讲解。哦，这个呢是、哦、以前啊哈、哦、啊，佛学就看说有一个幻士啊，他去问释迦牟尼佛，他说有没有哈、哦、啊一种法，从哦众生啊直接修到佛？那释迦牟尼佛跟他讲有。他就讲非汝故莫取，然后那个幻智说我知道了。那佛一听说，哎，这个这么深的话怎么你知道了？他说身体呀、啊、
不是我的东西啦，非汝物嘛，吼、哦，啊莫取，啊不是你的东西，你就不要拿。那这个东西呀、啊，这个身体也不是我，也不要了啦。阿佛说啊，对，就是这样，非汝物莫取，不是你的东西，你就不要。各位天贤，我们假如说听到了非汝物莫取呀、啊，会想到这样吗？啊、哦，辛苦的不爱滴，我的膝跳跳啊，啊你唔当唔当，是不是？所以哦，这个真的是要累世修了，才有办法一听就懂。哦，身体不是你的，哦，这个是天地的物质，真的是这样。啊你以后真的，一放了以后。身体呀、啊，不是你的，一放了以后，你真的整个法身呢，跟十方虚空已经融成一体。可是我们住相啊，身体家家何用呢？哦，何用么？还有吗？还有，请问我们日常生活中学习做万缘放下，一念不生。学习中那个稳思修，我们每天都有持续不断的念头，自己发觉了以后摄用归体反，摄用归体反望归真，回光返照到观一。刘讲师有教那个觉，你的心在想什么，身在做什么，了了分明。当下那个正念是来则易，是去则进。这样做正确吗？这个、哦、各位天贤所讲出来的话都正确，不过这些闭着菜名，你闭着菜名、哦、没一项做会成，所以或许都一直在强调、哦、你做的时候一定只有一个法门，只有一个方法，你不能哦，也要做万缘放下，也要做耳根圆通，也要做哦那个觉哦，这个心在想什么，身在做什么哦，你这么多都把它凑在一起哦，没有一个哦法会有成效呈现，因为哦已经杂了。那我们哦修道要专一啦。佛学都讲，你做万缘放下，一定就是只有万缘放下、哦、你做耳根圆通，一定就只有耳根圆通，一个只有一个，不能啊两个同时，你两个同时两个都没有效果。所以啊，当你在做万缘放下，然后啊、哦、又有什么戒定慧，你在做万缘放下，又有戒定慧，那个也变缘啊，戒也缘，定也缘，慧也缘，那个缘你不放下，那什么叫万缘放下啊？你又做万缘放下，又在攀缘，那做什么啊？这样了解吗？哦，所以一个就是一个，不能哦掺杂。好、哦、啊，你假如说也要做万缘放下，也要做耳根圆通，也要做戒定慧，可以不要同时，你可以做啊，卖当贼哦，你改崩溃哦，我今嘛这个时间来做什么，然后这个做了以后哦，你一定要隔开用一段时间哦，有空档以后再有时间再做，哎，我现在要来做什么，那个决定一个他就做一个就好，这样知道吗？不是说哦，有做万缘放下就不能做耳根圆通，不是的，不要同时啦，你同时做、哦、就全部、啊、都没有功效、哦、因为做万缘放下你要了解到万缘，你看哦，我们从一缘十缘百缘千缘到万缘，那么多的都要放下啊，你所以在做万缘放下的时候专心万缘放下，不管那个时候你听到什么，看到什么，想到什么，遭遇到什么，都要放下啊，你全部放下了，
各位要了解到哦，你全部放下了叫妄尽，啊，妄尽啊，真贤。这个时候我们要的就是那个真贤，哦，妄尽的真贤，那个真就是金刚本性。啊，你要的就是那个啦。啊，你在做哦，做到这个哦，千眼放下的时候，哦，有什么呈现？哦，你就又攀岩了啊！你要哦，那个妄尽真贤啊，那个已经遥遥无期了。哎，所以你做万年放下，一个万年放下，不管遇到什么、听到什么，全部都要放下，这样才真的叫做功夫啊！哎，所以我们为什么很久功夫做不出来？就是不专心。好、哦，我们万年放下的时候啊，哎，还跑到耳根连通，还跑到界定位，还跑到那个觉，哦，不行了、啊，哦，一定要把它隔开。你做功夫呢，一定要一个一个就好，哎，好，再说。如果我们没有发觉自己念头，不知道回光返照，让念头持续下去，就是妄念没完没了的心意识，就像那个心灵对谈，有生念，有对待。那想请问，心灵对谈跟师之天告之有什么不同的地方？不喜发现哦。他这个问的问题呀、啊，哎，真的都是在开明。这个可能他去吃哈、哦，到那个哎面摊去吃哦，一定都是在开明、啊，所以哦他才会哦这样都把他整个哦凑合在一起来问。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哦，我们修道一定是要专一，哦不要掺杂了。啊、所以他一前面一问、啊哦、说我们念头一个接一个、哦、没有知觉，那个确实、啊、我们的习惯就是这样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、哦、都没有发现说、哦、那个念头是这么的绵延不绝、哦、那个呢等于是我们、哦、在这个修持的过程里面、啊哦、没有去回光返照。那我们呢能够啊吼、哦、回光返照，发现说我们的吼、哦、这个念头吼、哦、它为什么会一个接一个，当你有回光返照来观察你的念头，它就会吼、哦、那个念头啊它就会断，它不会延续啦，它就会断。嘿啊，所以我们了解吼、哦，在这个你有回光返照的时候，念头会断，表示你那个哈、哦、觉性啊，已经有比较哈爬线的啊上升了，没有说不知不觉了，不知不觉是无明，哦啊，这个时候你那个无明降低了，哦有觉的时候，然后啊你又提到说哦来修持觉，然后啊。哦，心在想什么，然后身在做什么，都知道，那个是方便法门呐、啊。各位浅显，我们哈、哦、要用哈、哦、这个方便法门的时候，也就是说我们念头太多了，哦，不容易去断除它。那我们可以用方便法门，哦，心在想什么，你知道，然后身在做什么，你知道。这样的话呢，先让那一些绵延不绝的妄啊能够断，哦，啊能够断的时候，你往下的功夫啊，哦才可以再做，啊，所以之前呢，或者就有讲说，你可以，哦，就是念头生花，起心动念，不要去阻挡，你就让它生花。可是啊，我或者就讲。生花念头以后啊，那个就是人心为带不安啊，你不要进入内容，起心动念念头的内容你不要进入，然后你回过头来
看怎么生花，那个生花念头啊，是我们微妙难见的道心。啊，这个时候为带不安的人心呐、啊，哦，那个啊起心动念，啊起心动念内容你不要进入，进入就烦恼。啊，你回过来看怎么样生来的，哦，那个生花的生来的那个重要，哦，它生花念头了，哦，哎，哪里生啊？那个能生的哦，就是佛性本体呀、啊。所以那个就是微妙难见的道心，哎，啊，你转过来一样念头，可是啊，你不要进入内容，你转过来，转过来看你哦，生花念头的来源，你就已经呢看你的佛性本体。所以啊，华无定华，华看你适不适合。你要讲哦，这好修。或者就讲啊，北部有一个前贤，他做完也放下，做到很生气啊。为什么？吼、哦，坑没乱，很生气。然后听到这个哈、哦，微妙难见的道心呐、啊，哦，跟那个微带不安的人心，吼、哦，他做得很高兴，一直笑，欢喜充满。你看，就看我们哦，适合哪一个法门，你就修哪一个法门。啊，只要你专注啊。哎，它的效果都会一样的，哎，所以我们要了解到，不要都把它掺在一起呀、啊。哦，嘿，哪个要爱吃，嘿，杂菜米些米点嘛再去吃，唔通咧收到咧吃。还有吗？还有，自己心中那个最难放下的我放不下，自己知道，回光返照，跟自己作对，身体会反扑会生病吗？这个哦，或许就说呢，我们要担当，这还没做的就在惊了，还没有做哦，他已经就在怕了，哦，所以要了解到，哦，只要你哦肯做了，肯担当了，哦，你要了解到所有的哦一切、啊、都在你金刚本性的掌握之下。都不会有说超出、哦、我们金刚本性范围的啦，全部都是金刚本性、哎啊、所以你对自己、啊、要有信心、哦、不要还没做就怕了啦、哦、那怎么成呢、哦、你要做了、啊、做了遇到问题来问、哦、或者都鼓励大家问、啊、结果都不问，我都不敢留太多时间，留太多时间、哦大家都很尴尬，对不对？你若不爱问啊，我也无话讲，阿袂安那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哦，就这样哦。还有吗？还有一个，请刘讲师可以讲解一下五逆罪吗？哦，五逆罪。五逆罪。哦，好，那个呢，五逆罪啊，就是杀父、哦杀母，然后啊，哦杀阿罗汉、破和合僧，以及啊恶心出佛身学，这个呢，在我们凡尘来讲，这个忤逆罪啊，哦，就是最重的罪啊，所以一定呢，就是要下哦那个无间地狱哦，你有做这一种事啊，就是要下无间地狱。那因为佛学有哦讲过了。说释迦牟尼佛呢，在哦这个《楞伽经》的时候啊，他有讲哦说杀父，这个是属于修道方面的、啊、杀父呢，就是杀无明；杀母啊，就是杀贪爱贪啊，因为哦那个母啊，哎就是贪跟爱哦啊父啊就是无明。啊、我们能够、哦、杀父跟杀无明、哦、杀父、啊、就是杀无明，杀母就是杀贪跟杀爱，所以啊，这个是我们凡人最难去掉的、哦、然后杀阿罗汉、啊、就是杀掉我们的自私心态，因为阿罗汉、啊、是了汉、哎、自私啦、啊、我们要把自私的心杀掉，
然后破河而生啊，嘿，就是哦，不攀岩。我们在凡尘啊，哦，我们在凡尘都会攀岩，哦啊，所以啊，我们把那个哦和合生啊，和合才会有哦那个果报呈现嘛。啊，你所有的哦缘都不攀了，不造因了，就没有果报了。哎啊，所以哦那个啊哦破和合生啊，哎就是哦不攀岩了。然后恶心出佛身学。哦，那个呢，就是说我们这一生，哦，八世生，就是我们有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八世啊，八世生就是最后生，我不来了，我已经不来了，把恶心哦，把这个八世生邪，把它，哦，就是哦破除，让我不再来出生了。啊，所以佛哦就讲，你能够做到这个哈忤逆哦这个啊修持的方法，现证实法，就是让你已经到达佛的地位。所以哦，跟那个现象哦，说你沙悟沙姆那个现象完全是不一样的。或许看到哦这个哦，那我安利耶。所以后学有写哈讲义呀、啊，哥有看过吗？那个讲义，我们回去北部再找，再找下来给各位看。好、哦，还有吗？没有了，还剩下啊三分钟而已。我们要请那个哈、哦、讲一讲哈、哦、他的心得跟大家分享，好不好？鼓励大家。各位学姐大家好。那个吴老师好，教小师兄讲经的都听明白。那我相信哦，在座各位学姐哦，大家都修得很好。那我认为哦，在五年期间这段期间哦，我是经过很多，因为五年前哦，我的身体很难过，而我有启示过老师，他也有启示过老师啊。那、啊、后来因缘机会就来这里听那个心理心法。那来听这个心理心法之后，刚开始我把认为说，对身体有什么帮助啊？没有说很肯定的那个态度啦、啊。但是那时候身体就是难过啊，他就滑倒难过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啊，我试着帮你放下这样去看看，我脸嘛是干透，他脸嘛是干透，哦，他、啊。刚好有这个这么好的姻缘，这么好的机缘哦，啊，然后又被那个有想师的上课的这些内容哦，深深的吸引，好像一世之中哦，就有听过这个样子，然后我就每天哦，很认真的在做这个妄缘放下，好，啊，做妄缘放下哦，慢慢的就有效果呈现，好像最近想以前我跟。我那个老婆的生活，以后学跟以前后学哦，如果待六礼拜天哦，都要睡觉睡到后学老婆起来，早餐用好了，然后衣服都洗好了，哦，做很多事情之后才会洗过来。那、啊、现在我在家里面睡觉，我现在在看电脑，大概十点关门，我、哦、把所有的事情做一做，啊、大概。现在大概就是在两点睡觉，然后早上六点钟就起来慢跑，他跑一跑，早上八点半开始开店，就是做妄缘放下之后，整个人那个精神哦都会变得很好，哦，这是那个最大的那个，还有哦以前这妄缘放下哦，还有那个内心哦会变得比较平静，哦，以前像。或许在这还没做妄缘放下之前，以前我们人平常普通都会有很多烦恼，那烦恼都啊，那遇到这些我怎么办？烦恼，我的工作，烦恼事业，都可以负责。每天以前，或许每天都有很多烦恼。自从做了妄缘放下这五年期间开始之后，那个烦恼通通都不见了，那个心境或许什么形状，就是每天都很舒服啦、啊。
那个心情哦，每天的心也不是高兴，反正就是很舒服。每天那个心情哦，都是很平稳、很平稳、很稳定，很难哦，会让你发脾气的。哦，我讲我以前，我跟老婆以前，你公公都怕以前，我呢脸色稍微不好看哦，我老婆两个眼干光的啦。哦，所以你讲个谦虚。啊，我昨天才在跟我老婆讲说，你有时候要控制你的情绪嘛。哦，啊，他就想说，我可以怎么样？我怎么控制情绪？公公，你稍微去想嘛。每次你发脾气出来之后，哈，我的姿态都很软，所以那你都还一边还一边，你一做坏事就过来弄来。他说。我就跟他讲说，那个就是要控制你自己的情绪啊。好、哦，那、啊、比如说，两天你做派 ，OK， 做派我就在那边。但是哥可能是阿先，阿先跑比较多一点啦、啊。好、哦，我就是试着这样跟他讲说，我们人哦要慢慢去修炼哦，要慢慢去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啊，你想，我还没有来上刘讲师的课之前，一姐，我老婆是看你外面先的。所以两面两家好回来，啊！即摆电话参照叫我好喂，两面好回来，人家一进来好像火都快安尼，好嘞，好嘞，提醒讲，要控制你的情绪，刚才哦，现在慢慢要休息，要走那个休息这条路，哦，这是我刚刚那个改变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啊，啊，当然。还不只是这些啊，就是大家听得好，会比较让他不可思议。像我在看电脑，这个是比较不可思议的。我刚开始在练大概一年到第二年的时候，等一下哈、哦，客人要来，我就是心中就有一个念头，等一下有客人要来，啊，大概5分钟、10分钟，就这边客人就进来了。哦，刚开始是这个样子。在做外面框架第一年、第二年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。那外面框架这第四年，差了4年多了。明天谁好要拿出房间的单子来给我？我今天我就会知道。或者然后我明天早上可以直接现场预约的解决房间的外包。好，我就会事先知道。啊，刚开始我嘛想这些外包面，啊，慢慢，哎，那也在。借了来啊！我昨天就想到说，他拿房间来给我，好、哦、啊。后来我就在那问，这些佛心的那个物质，那个力量，那个能力，好、哦、啊就是这些他师弟，好、哦、啊，还有另外更多那个师弟的爱谁空，留着下次讲好了，我们下个时间。